今天小 S 在四月份生完了第三个孩子，那么算一算日子呢，现在差不多月子做完了，她要回来主持节目。那么长期跟她合作的节目制作单位特别找来神秘嘉宾 Kuso， 要三度迎接小 S 产后归队。舞台打下灯光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火辣的女子扭腰摆臀的在热舞，可是却怎么都看不到脸，她到底是谁呀？大家想我吗？我回来喽！谜底揭晓，为了迎接产后复出的小 S， 节目制作单位找来陈汉典，穿上低胸短裙，画上口红，重现经典的反串表演。穷穷有人问我，有啥咪会使遮尔水？无聊 out， 难快乐自然就水。从2005年开始，小 S 7年来和节目请了3次产假，代班艺人超过20个，甚至连姐姐大 S 都来帮忙。你跟美丽的俊男美女作伴，然后又可以靠他们利用他们赚钱。对啊，我们欢迎10位经纪人哈也。只是观众最爱最期待的还是小 S， 现在小 S 产后归队，永远苗条辣妈，大家都很期待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